今日你两个入门，要记住本门嘅训示，学武要正宗，行事要正直，为人要正心。你哋要记住，心法正宗，自然手法正宗，逢手必稳，攻无不克，追影不追手，重心不重眼。仲素向华顺师傅发誓，有生之年必尽全力将正宗咏春发扬光大。你咩套路嚟噶？咏春啦，咏春边系咁样高脚噶？你边度学嘅？細路，你學詠春噶？我係學詠春嘅，但係唔知係唔係正宗。細路，你冇嘢嘛？變化咗嘅詠春更加靈活，有腳法，有術法。我嚟話俾你聽，你嘅所有嘅招式都是亂咁作出嚟嘅，唔破舊立新，又點會有進步咧？我睇下你出邊同啲旁門左道究竟有幾犀利。